要不然吃这儿不好看，回头给祖国抹黑。102，这还有102呢，还有104。104是咱家门口那个，那咱家门口那，下次可以考虑坐公交车来一次。可以啊，你半个小时来一辆。没事儿，慢慢等呗，看这边有什么好吃的，坐公交车来吃的。随口说大马，大家好啊，这儿是槟城的巴都丁尼，巴都丁尼，这个是就算旅游区了，因为这边沙滩比较好嘛，很多大的五星级酒店也都在这儿。今天是礼拜一啊，我们刚才过来办点事儿。礼拜一这儿上山都堵车，下山也堵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礼拜是马来西亚政府学校的假期，就很多人都会上槟城来旅游嘛。给我的感觉，槟城就相当于我们的北戴河，靠海。这尤其是这边就是纯旅游区，这是香格里拉，前头金沙，然后 Hard Rock，什么 Holiday Inn，这个所有的五星大酒店都在这边，因为这个靠海嘛，风景比较美，沙滩也比较好。这边吃饭哈，就是容易被砍，旅游区嘛，吃饭会贵一点，而且我们真的很少上这边来，就只能看看，开个盲盒。但是这边没准你想吃还不一定开呢。中午，咱俩转一圈，转到哈特肉克那儿没有开的，咱俩就回去吃经济饭去，行吗？啊，你看这路边摊儿没有开，这边阿拉伯餐特多，你看他们都是刚刚准备开，估计这儿还真吃不上饭。现在几点？12点。这边可能得1、2点以后才会去开张，但是你看，已经有商店开张了，餐厅是真没有开的。什么店儿都拆了？这餐厅开了吗？好像变样了，拆了很多地方。没戏，咱们掉一头回家吧，晚上去吃经济饭吧。啊，刚才我看见路边有一个开着呢，在摆桌子、摆椅子。刚才那个铺着白桌布那个开着呢，但是那好像没法停车。这个红绿灯拐进去。就应该是，Appliance 是这个口吗？不是吧？好久没上这儿来了，掉一头。Appliance 是这个。我也不知道，去前头看一眼。这应该这儿是 Appliance 这口。槟城最好的国际学校就在这儿，就这个。这个灰顶的，这个就是 Appliance，这儿就这儿，咱就在这儿掉一头。这边新盖的这个房子，就是为这学校盖的。这个学校就是 Appliance，挨着两个华人庙，搭台唱戏还没唱完呢。你看看这车堵的，这下山，这离那个清真寺还很远呢，这估计堵了得有2公里。我觉得那个清真寺那儿那个经济饭肯定排大队，估计那个别说吃饭了，连停车的地儿都没有，弄不好今天吃经济饭这个吃不着。堵了大概1刻钟，终于到这红绿灯了。你现在看这上的车不少，不过这还不到12点半啊。这边人吃饭的习惯是午饭是1点以后，所以有可能能吃。
你看看这人排队，这骑摩这么多摩托车，完了，有地儿坐吗？怎么办呀？要不然打包回家吃去吧，没地儿坐，行吗？都来了，我看看有没有地儿停车。嗯，这儿有个地儿可以停车。打包回去吃去吧。啊，还是在这儿吃？在这儿吃吧。我怕没地儿啊。这就算是开在著名景区的著名餐厅。没地儿坐，打包吧。没地儿坐，打包吧。这个呗，这个呗。两个米饭包在一起吧。two rice together。嗯。然后我拿了，你拿菜就可以了。对。然后你再拿一盘子拿菜。对。给我一个。你想吃什么你就拿哪个。我要吃那个鱼，然后再吃点儿。你先拿你的吧，然后你再帮我拿。谁也别跟我抢那条鱼啊！那条鱼是我先把那条鱼给我夹了，就那一条。你还不配使那夹子呀！好嘞。然后我来点儿这个野菜就行了。再来一点儿。OK。这也不要什么。鸡肝你要吗？上次就这个就是。你要浇汤的话，你可以把汤浇在米饭上。拜拜，交在一边就行，交在一边就行。啊，你好，拜吧，拜你。汤够不？我吃白饭，我就包那个鱼吃，就不要那个汤。啊，你要这里吗？这里吗？没有，这边是这里吗？谢谢吧，谢谢吧。还得要一个三百酱，搁这个鱼的。我没了。这是咱们的吗？是。一定。谢谢的。十八。Thank you。没地儿坐。哎呀，这在家吃跟在那儿吃基本上是一样的。我给这个一家的这个灯开发了一新功能，其实我还有好多蜡呢。我这个用它放我这个香塔，因为这上头有一吊扇嘛，正好是把这个往下吹，买了就没怎么用过。啊，新功能怎么样？盖上盖儿，挂在这儿。你挂那么高，你脚底下有蚊子怎么办？这吊扇在转着，它是往下吹的，明白了。哇，
这真是啊，透的卖了好多箱。哎呦，这鱼还是热的呢，真好哎。我就不用盘子了，人这儿就是放在桌上吃的。来，咱看看这个鱼啊，这个就叫酿硬尾鱼。这鱼是什么品种我不知道，就是它这个尾巴这儿特别特别硬。然后呢，你看它们开背，两边都是开背，然后往里放那个辣椒酱，让这个鱼就更有味儿。哎，我那个三拜酱呢？我这儿呢。对，吃这个浇了牛肉汤的，我吃这个白饭是就着这个酱。他那儿还有青菜，一般马来人也喜欢就是吃点生的菜。你看华人不吃，但是马来人吃。他那个什么九层塔呀，还有一些就是也是类似于香料的菜。但是今天我看他那个菜不新鲜，所以我就没拿，有点蔫儿。你看看18哈，就反正你两个人在这儿，十几块钱就可以吃的相当好，20块钱以内，就有鱼有肉。你拿鸡肝了吗？拿了。哎呀，这个酱没拿太多，给你尝尝这个酱。也不知道这条鱼多少钱，我混在一起了。俺们也18块吧。辣，你少蘸。马来人弄那个酱非常辣。你看啊，我把这鱼打开，你们就看见了。黑乎乎的。这里面这都是辣椒酱，打开以后都是辣椒酱，它外头都已经炸糊了，但是里面的还是红色的。嗯。这鱼。你喝，我喝。我这有果茶。这鱼太好吃了，来啊，你尝尝，真的，尤其是上头它有那个糊糊的味道。它这个酱里头还有洋葱，你看它这个牛肉、鸡肝，苦瓜、豇豆也不错。这鱼好吃吗？嗯。咱俩就永远行，你喜欢的东西我就不喜欢，我喜欢的东西你也不喜欢啊。你说咱俩怎么就凑到一块儿了呢？我这样子，看我们家小风一吹，小酒这么一喝。马来饭不能喝酒。小酒这么一喝，刚才都忘了。想起来，我这喝的是东哥阿里泡的，可以喝一点。这么硬的菜，我忘了这鱼皮是能吃还是不能吃来着。反正底下这不能吃，特别硬。好吃吗？鱼皮不能吃，嚼不动。它这个里头这个辣椒酱，它也是加工过的，这个肚子里满满的。全部都是辣椒酱，我觉得它这辣椒酱炒过，跟这洋葱一块炒过，所以这洋葱也是熟的。这个酱呢，也有这种洋葱的香味儿。这三拜酱也辣。那我给来点白米饭，太辣了。你把这个左手吃还是右手吃来着？左手吃。你不刚上完厕所吗？右手是擦屁股的。我上厕所用两只手，那你只能用脚吃了。我刚才洗手，我想想是用左手吃，是用右手吃的？是用右手，好像。三个手指头加上大拇指，捏呀！我那记者不是说了吗？为什么要捏？第一，感觉它的温度。第二，有刺儿先会扎着你的手。我吃之前应该剪剪指甲。哎呀，天哪！这指甲缝里头，够你缩了三天呢。流的都是辣椒。下酒菜三天。
这一会儿你要去厕所，万一手指破了。我老觉着我这吃法跟马来人吃法不一样，他们还有钻大船的，在手里还颠着呢，跟雪球似的颠着颠着。你这鱼你不吃啊？这么好吃的鱼，你把这鱼你剩下，浪费，太辣死了，嘴瓢了。你都没吃着我这个，你尝尝我这辣椒酱，我都不敢，我现在都不敢抓这辣椒酱。它其实是什么最香？就是这个糊的这些汁儿最香。这个汁儿，所以他们爱烤成糊的。对，它有香料，有香料，然后可能有洋葱，再加上辣椒酱，混合在一起烤糊了。哇，太辣了！看不对，还这么着，先搅拌一下，跟辣椒酱先搅拌一下。啊，注意我这手法。还有这些糊的汁儿，哎，然后捏，我怎么捏不起来呢？指甲太长，都存指甲里了。我靠！这么大一根刺儿，我没捏出来怎么？你那是爪子。人家那才是手，你这是爪子，捏得太快了。没事，在家怎么吃都不丢人。那、我劝你们，想到马来西亚旅游，你想尝试尝试这个，还是算了。这用手吃饭不是那么容易，你该使勺该使勺使勺，该使叉子使叉子。你想尝试你就打包回家，那个没人的地儿啊。你慢慢试去吧，要不然吃这儿不好看，回头给祖国抹黑。拜拜，拜拜拜拜。